到的是高雄市本土登革热疫情拉警报，下午市长韩国瑜亲自视察防疫工作，有民众呢就是当场跟市长陈情拜托，现场状况如何，一起来关心。哎，后水道吼，哎，后边屋主也迄拢无做，啊，我来讲哦，哎。这条啊，你敢听？我讲意思啦。我那你有意思无？田地路两百六七行。六七行啊！我记吼，这一条是，这条两百六七行嘛吼。啊，那边那条是四龙的款，那条尾啊吼塌起来，那后边行袂使塌起来。啊，你听有意思无？